香港是一个不断地流动、不停地变化的城市。我们在这里生活，我们很明白这种的变化本来就是城市的宿命。就好像《时间搁浅》里面所讲到，到底是我们改变了城市的边界，还是城市改变了我们的本质呢？但是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仍然会想继续去爱这个这么独特的香港。回溯时间搁浅，完成人物地址。